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经文第五页最后一行，世界人境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是波罗蜜。这最后三个字方便之后用神通等，那我们就晓得愿力智都是属于神通。这两个字，这个名词意思要很清楚。神这个字要用篆字写，你就会看得很清楚意思就很明显。篆字这个左面这个士这个士字，右面是个身，这个合起来。这个是用篆字写的，是两画两横，上面一横呢短一点，下面一横长一点。这是古时候的上字古时候的上字就是这样写法的。那下呢，下就是上面一横长，下面一横短，这就是下这古字。所以它这是个上字，上字下面呢有三画垂下来的垂下来的三画，这个代表是垂象我们中国人讲上天垂象，那用现在的话呢就是大自然的现象就这个意思，是就是大自然的现象这个身呢用这个篆字来写，你就很明显感觉到它是通达。你看篆字写的时候等于说三个关口当中这一横通达了三个关口通通突破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你就晓得了，通达大自然的现象，这个人就叫做神那后面这个通就更清楚了就是宇宙万法过去现在未来它都能够通达，没有障碍，叫神通所以这个神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神仙所以这是一定要搞清楚神是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是佛门讲的，佛门讲的诸法实相那能通达的人那就是佛菩萨所以方便愿力智都是智慧的起用。那么后前面般若智慧那般若就是根本智，后面这四个呢就是方便智都是属于方便波罗蜜或者是后得智依根本起作用的，落实在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自度度他，完全落实，那就是这四种，这四种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在六度里面呢，只讲到般若，而般若里面就包含这个四种，不另外说出来，通通在般若里头，所以十波罗蜜这个后面这四条就从般若再展开，它起作用的时候有方便有愿有利有智，我们学到了前面学到方便，方便也叫善巧方便，大用无妨啊。那今天我们看愿，为什么会有方便？这个愿力不可思议，愿力在那里推动。所以方便呢，就无量无边了。我们看底下简单的这个解释，把愿度，修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大愿也。大乘法里面愿也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求菩提的愿，这一条写得很清楚，修上求菩提，第二个是利益他愿，利要他愿，利要他愿呢，这里有下化众生，它里面还包着一个外化有情，外化愿，这个里面呢也包含了自利利他的大愿，那么从愿波罗蜜里面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愿，第一愿是在讲呢，也叫菩提，就是菩提心，我们学佛决定不能疏忽，你为什么学佛？为求菩提，菩提是什么？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悟，觉悟为什么这么重要？觉悟是佛，不觉是凡夫啊。那学佛就是学觉悟啊，觉悟什么？对于宇宙万法人生，这个人生是讲自己，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不是讲别人的，讲自己，这自己就是正报啊，除自己之外都叫做依报。那我们在家里面父母在家人有妻子儿女亲戚朋友，那是你依报里面的人事环境那么你居住的这个房屋
你耕种的土地啊，树木花草啊，山河大地，这是你医报里面的物质的一类的。乃至于整个宇宙都是属于医报啊，在佛法里面讲的有情跟无情，有情是所有的动物啊，包括人啊，就是有情，一个是无情，全属于医报。那么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很多，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要是觉悟了，医报也跟着转了，也都觉悟了啊，这个很不可思议。至于华严经上有这个说法啊，华严经上讲啊，情与无情啊，情是我们有情的啊，这个医报里面呢有情众生啊，无情呢那就是啊我们这个医报里面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啊，整个宇宙，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同时圆满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上证得的境界啊，这就是我们一般讲，你修行呢，证果成佛了，你成佛了，你成佛了，换一句话说，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全成佛了。那叫佛法界啊，不是说我成佛了他还没有成佛，没这个道理。哎，那这么一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我们为什么没成佛？这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山河大地成佛了。其实佛讲的话是正确的，我们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是错误的啊！佛成佛了，看到整个山河大地所有一切现象，真的是成佛了啊！成佛是什么呢？回归本觉，你看望境还原吗？他还原，真的还原了啊！所有一切无情众生也都还原了。你要问为什么？法而如是，法是一切法，而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而是我们迷了，把这现象看错了，看去扭曲了，没有见到真相啊！真正觉悟之后啊，你就看到真相。真相是什么？自他不二啊！我们迷的时候，自他是二啊，千差万别了啊！我不是你，你不是我，觉悟了，觉悟自他是一。那你看佛经上讲的生佛不二，生是众生啊，这个众生意思广啊，包括有情无情都叫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一旦觉悟了之后啊，
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这很难懂啊。这真叫归元了。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回归到宇宙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整个宇宙生命从哪来的？一念不绝，就是一念，都归在那个一念。这一念极其微细的震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震动的这微细时间的短促，我们没办法想象。那我们根据他说的一弹指间32亿8000年，我们现在人习惯这个时间用秒做单位。那是几秒呢？几分之一秒。它比秒的时间还短。短到什么程度？用弥勒菩萨的话，我们把它推算出来。1280兆分之一秒，兆，亿叫一个兆，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千万亿、百万亿，这个百万亿、千万亿，亿万亿，那叫兆啊！多少兆啊？1280兆，八十兆，这样快的速度。整个宇宙就在这个速度里头出现，同时出现。楞严经上佛说了两句话：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一出生呢，马上就灭尽了。就在一念里头，一念里面又有生住异灭。又有四个现象。那1280兆啊，再要乘四。乘住还空啊。所以这个念头太微细了。弥勒菩萨说不可智齿啊。你没办法执着。实在讲，这种速度我们眼睛见不到，耳朵也听不到，手也摸不到，心里也想不到。你心里才动一个想啊，那就不知道多少念头了。佛知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就知道。八地叫不动地。那个心呢，清净到极处啊，所以极其微细的这个波动啊，他都感受得到。现在讲感应，他都能感应到。
这是自性的一个自性啊，全是自性变现的啊，同体呀，啊，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同一个体，同一个缘起，真正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的人，他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为我们实现，啊，这是也八相成道，也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分别？有啊。有没有执着？有啊。啊，经论里面讲的这些东西，不都讲的染净啊，讲设法界啊，讲善恶，讲果报，这不都是在分别执着吗？所以佛在最后讲经啊，一口否定，49年，一句话没说。谁要说佛讲经？这人叫谤佛。这讲真话了。那么八相成道，49年讲经教学，那叫什么？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怎么恒顺法？众生起心动念，佛菩萨也起心动念。众生有分别，佛菩萨也有分别。众生有执着，佛菩萨也有执着。这叫恒顺众生，这叫随缘。啊，相上完全随缘呐，这就是方便愿力智统统随缘。啊，随缘就是个妙用。那妙用是什么？那他如如不动，他觉得清楚，他知道这全是假的。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实实在在讲，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他那个分别执着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他自己永远住在大觉里头啊，这个不一样了啊。这好比什么呢？他是在舞台上表演，逢场作戏，我们是当真，真的有分别之处，所以就苦不堪言啊。这个知者佛法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勤知啊，勤是迷了，迷了的时候般若智慧就变成勤啊，勤就是实啊，八十就变成勤实啊。凡夫觉悟呢，勤实就回归到般若智慧啊。勤只是烦恼啊，啊，般若智慧是菩提啊，所以烦恼即菩提，是一不是二。啊，就是迷悟不相同啊，所以佛对芸芸众生啊，心起教化，目的呢是叫众生回头啊，望见不就还原了吗？还原就回头啊，回归到自性。
啊，这个是愿里面第一个目标。啊，我们在六道里面时间长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啊，今天听到佛法，啊，用现在人说，这佛法为我们揭秘呀，啊，宇宙人生秘密呀，他把它揭穿了。真难得了，啊！我们听到这个微妙法，听到了事实真相，啊！想不想回头？想，每个人都想。那些想行啊，很简单呢，放下就是。啊，大乘教里面佛常常提醒我们，啊，放下执着，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恭喜你，你证果了，不大，证个小果。小果是什么呢？阿罗汉，啊，辟支佛。啊，这个果报虽然不大了，你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只要你证这个小果，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变了，啊！六道轮回就变成了四圣法界，啊！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菩萨法界、佛法界，十法界里面的四圣。啊，你看多容易！啊，真的是一念之间呢。啊，如果您能把分别也放下了，我再不分别了，不贪不执着，你分别都没有。啊，那你就升到菩萨法界了。啊，菩萨没分别了。啊，还有分别的习气，菩萨把分别习气也放下了，哎，他就成佛了。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啊，设法界里面的佛，把这个分别执着、现行习气，统统放下了，舍掉了。他还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无明，叫无始无明。啊，他如果能放下。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他成佛了。啊，这个不是十法界的佛，一真法界。华严经里面称为化身大士。啊，金刚般若经里面讲的诸佛如来，化身。化身佛啊，破一品无明，这一份化身啊，还原了，回归到自性，求菩提可以说圆满了。虽然圆满，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啊，住在哪里呢？住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我们也称那个地方叫一真法界。啊，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变成一真法界。
所以我们学佛求什么？求菩提啊，不是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啊，名闻利养，不是求这个。求这些东西啊，找世间一般的学术可以求得到。用不着找佛。啊，所以佛法里面求的了生死出三界。啊，这小果阿罗汉向上提升，所以求大菩提，这个重要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第二呢？下化众生。他是一切有情众生，虽说有情众生，里面一定包含了无情的众生。因为他第三呢，他有个外化，啊，外化是可以这么说法，有情之外，无情的，无情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遍法界虚空界。饱了啊，在这个里面呢，多起自利利他的大愿啊，你的愿大，你成就大；你的愿小，成就小啊。为什么有人证阿罗汉，有人证菩萨，有人证佛，愿不一样啊，小乘根性证得阿罗汉呢，他就自以为满足了啊，不想再向上提升了啊。佛告诉我，他这个不想提升呢，有时间性的，两万大劫啊，两万大劫之后啊，阿罗汉会回小向大啊，这经过两万劫时间的培养，心量慢慢脱开了，要向大乘菩萨学习啊，辟支佛时一万大劫。回小向大啊，那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佛的确是以善巧方便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断，可不可以学呢？可以。模仿嘛，啊，不是真学，学着玩玩也可以嘛，当作游戏嘛，像小朋友一样。啊，虽然是游戏，但是也很逼真。
啊，所以大乘教里面，佛教初学了，通常是叫四弘誓愿。啊，你看四弘之愿，誓愿里头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一愿是发菩提心。首先要把心量拓开，你要对所有众生一视同仁，你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普度众生啊，这个度用现在话呢，就是帮助他，协助他。啊，协助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觉悟。啊，为什么呢？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这个利益是没有边际的利益，帮他觉悟。众生没饭吃，你送一点食物给他；没衣服穿，你送几件衣服，那是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啊，那不是真实利益。为什么？你解决不了问题。啊，只能解决眼前饥寒的问题，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这个生死讲的也不是太大，六道轮回的生死问题解决不了。啊，佛，所以佛有种种善巧方便呐。啊，佛教给我们修三福、修六合敬、啊，修戒定慧三学、学菩萨六波罗蜜、修普贤十愿，啊，这是略举简单的例子。啊，这五个科目，是早年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们在行门里面念出来。啊，最重要的五个科目，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啊，这是在无量行门里面呢，念出五个科目啊。净宗同学，只要依这五个科目修行，就成就了。啊，可是五个科目提出来，有二三十年了，真正成就的人呢？还是不同，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啊，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从前的人几乎这五个科目人人都去做？啊，不但是净宗，啊，所有大臣宗派里面。几乎都去做，没什么，没听说困难啊。所以世世代代啊，各宗各派啊，都有祖师大德出现
唯独我们这一代没有。毛病到底出在哪里？我们不能疏忽。毛病出在扎根教育，基础教育疏忽了。中国世代有这些贤能出现，没有别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扎根教育，重视胎教。重视学前教育，这个学前教育还不能用现在概念，现在没法子想象。中国人接受的教育什么时候开始？最晚最晚是他出生，他生下来。眼睛张开了，他就会看，他就会听，他什么都懂，他就在学习。大人在他的面前，言行举止，他已经在模仿了，开始在学习了。第一桩事情，在近代，被外国一些心理医生他们用这个催眠术研究一个人这个心理状况把他催眠催眠到问他你现在回到十岁十岁那个时候什么样子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他回答再回去到五岁到三岁到一岁再回去你还在胎泡里面你还在母亲肚子里面那个时候什么样子他都能说出来。这就说明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胎教有道理呀。他做胎的那个状况他能讲得出来呀。母亲喝一杯冰水就好像在寒冰地狱喝一杯热水就在八热地狱苦不堪言他说得出来。母亲快乐他也快乐母亲忧愁他也难过。随着母亲这个情绪变化了他什么苦乐都在里头受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外国心理医生报告里面看到的。想到中国讲求这个胎教大有道理在啊。出生之后那么我们现在提倡的这个弟子规。弟子规是不是给小朋友念的？不是啊。小朋友哪念弟子规呢？小朋友上学从哪里念起？从三字经念起。从百家姓千字文念起。在从前四书。哪有念弟子规的？没听说这门课程。弟子规在哪里？弟子规还在上学之前。弟子规是父母家里大人。把这113桩事情通通做到，做给婴儿看。你让这个小婴儿，他出生，一出生眼睛睁开，他就在看，大人一举一动完全合乎《弟子规》的规矩，所以到三岁这1000天。他不是念的，他全做到了。
这叫扎根教育，那个根扎得多深啊。所以这一上学老师教伦理伦理讲什么？讲人跟人的关系，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友爱兄弟给你讲人跟人的关系这关系怎么相处好教，非常好教为什么呢？因为《弟子规》他已经实践了，他做到了事实上他做到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尊重师长让他慢慢明白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上一代的人，我们再上一代的人，生活在民国战乱时期，把这个教育疏忽了。小时候我们天天逃难跟日本人打仗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11岁好在我前面10年呢生长在农村，还受了一点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扎根教育那么换句话说，小我5岁的就不行了我弟弟小我6岁，就差很远了你问的这个他完全不懂现在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原因在此地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求补习以前没学了，现在补修可以的如果发现这个错误我们扎根教育疏忽了，现在回过头来真正在努力学习扎根教育这个扎根教育没别的，真干不难你真干的时候发喜充满快乐无比你就会真正体会到《论语》头一句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越是快乐你把你所学的全部落实在生活，那真快乐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一点不假了。我学佛这么多年，将近有51年了，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有人有没他那么明显胡晓林居士，你们有人认识他？他学佛才2年半他那种法喜，那种欢喜，一般人没享受到他为什么会成就呢？听话，我遇到他也是很偶然的告诉他一句话：世出世间圣人教诲秘诀就是8个字，
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他问我学哪个经论，我介绍他无量寿经。我说你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落实弟子规。他就一门深入。啊，无量寿经现在念到一千多遍了，他已经法喜充满了。啊，我说你这是刚刚尝到法味。啊，还需要多少时间呢？像他这种进度，我说还要三年。啊，他这一千多部念念，他心定了。啊，其他的一切经不看，也不听。啊，天天就听无量寿经。啊，我有无量寿经的光碟，他每天重复的听，一遍一遍的听。啊，无量寿经还有很好的注解。啊，黄念祖老居士有大经解，还有无量寿经白话解。啊，我都介绍给他，他手边都有，不看。啊，还是看我的光碟，看我的注解。他说他一门深入，绝对不检查。啊，我介绍他，他都不看。这个真难得了。啊，这一部经上，你看其他经都没接触，但其他一切所有这佛法里头啊，是事法里头啊，他都通了。好像什么问题有人问他了，哎，他答得真妙啊。啊，他问我，这真怎么回事？我有没有犯错误？我说没错。为什么？智慧开了，你心清净，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智慧不是学来的，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你现在放下了一分，自信智慧透一分。你能放下两分，你就能透两分。不要以为这少，这一两分的一生用不尽呐！啊，你是真正生活在幸福美满的世界。啊，真正生活在佛法里面呢、啊？那再换一句话说，你生在佛国度啊！他怎么会一样？啊，所以语言要坚定的，不能够改变。啊，现在在佛法里面已经尝到法味了。啊，尝到法味，他就不会改变。为什么呢？事出事法里再没有找到比这个更快乐的了。找到了。啊，可是我们自己要警觉到，决定求生净土。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求生净土啊，这轮回一关很难过啊。啊，纵然轮回你能够超越，啊，设法界也不容易超越。学得很辛苦，时间太长。
到极乐世界好，稳当啊，快速。一生决定成就无上道啊，比一般菩萨在时间上那缩短太多太多了。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把执着、分别、起心动念，通通舍掉，需要多少时间？啊，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12劫。啊，我们看12劫很长啊，在极乐世界的人看12劫很短的，为什么呢？个个都是无量寿啊。啊，无量的寿命，那12劫算什么？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12劫的时间，啊，这3大类的烦恼，一种都舍不干净。你能细细算这个账，极乐世界能不去吗？啊，你才晓得这个地方非去不可啊！啊，什么时候去啊？这一生决定要搞成功。啊，要发这个大愿。啊，决定要求生净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认真的啊，把这5个课程学好啊，这5个课程都是建立在儒释道3个根的基础上啊，没有这3个根你学不到啊。人家学到的人是什么？那个根扎得牢啊，这个根学到之后它能融会贯通，在日常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它都能解决啊。用什么解决？就用弟子规来解决啊。弟子规字字句句无量义啊，啊，虽然是113章4，你要记住佛在经上讲十善业道，10壮士。啊，弟子规比比起这个十善业多了100倍呀。他113壮士，这只有10壮士。啊，但是那个10壮士一展开，啊，在前面跟诸位做个报告。小乘展开呀，3000为一。你看这10条，一放大3000条。在大乘呢，那更不得了了，84000条。啊，菩萨84000细行呢，根本就是善。所以弟子规一展开啊，也是84000细行啊，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啊？啊，这要真智慧，你才能体会到，真智慧才能够善巧方便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怎么不快乐？啊，所以佛法修学要不要学很多东西？不要，记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部经没学过
不认识字，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学过教，一生当中听讲经大概就是五祖仁和尚半夜三更在方丈室里面给他讲金刚经大意，我们估计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他就大彻大悟。怎么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他就开悟。这一悟呢，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就通了。为什么通啊？本自具足。你看他开悟的时候，向他的老师提出报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是清净的，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本自具足的，性是本无动摇，性能生万法。他这五句二十个字报告提出来了，五祖说好了，衣钵就给他了，送他离开道场。他的语言不在这个道场，语言在南方，送他回去。他一生听经就那么一次。再回到南方路上，遇到这个在曹湖村呢，遇到这个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也是很有善根的。受持涅槃经，涅槃经的分量可大了。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看到两种版本。一种36卷，一种40卷。你像经很长啊。他每一天读诵受持。但是念得很熟啊，经的意思并不懂。他在那念经。能大师在旁边听。听完之后就跟他讲。讲，你念的这个经的意思很好，跟他讲意思。这一讲的时候，无尽藏比丘尼越听越欢喜，就拿着经本向他请教，说我不认识字，你不要拿经本给我看，你不认识字怎么能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识字不识字，与学无学没有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放下有关系。为什么？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是因为你现在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它盖住了，把它障碍住了，它不能现前呐。你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障碍没有了。你自信里面的智慧现前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都从自信流出来的。你一见性的，所有一切诸佛的经教全通了，没有一样不通。该再跟诸位说，现在什么科学家、哲学家所研究这些东西。你说能大师知不知道？全知道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不离自性嘛。我们一天到晚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也是自性啊，也没离开自性呢，用错了。所以这十法界里面大大小小
啊，一切众生的念头、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他那个心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提出任何问题，他不用思考的，就答复你了。啊，不是他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他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所以他的心目当中，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不会说，哦，我比你高，你不如我，不是，他绝对没这个念头。为什么？他不生烦恼了。啊，他只晓得说，他已经放下了，你还没放下。啊，你放下跟他无二无别，他怎么可以轻慢你？哪有这种道理？真平等，佛菩萨才真平等。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那真平等。啊，化身菩萨里的心决定没分别。啊，《无量寿经》经体上讲，清净平等觉。啊，化身菩萨的心清净，决定没有染污。啊，没有染污就是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他的心是平等的，他的心是觉而不迷啊。啊，所以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如来。啊，你要问问你自己哪一天成佛了，不要问别人，到哪一天你肯定了，你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这个人对你很好是佛，这对你很残忍啊，侮辱你、回报你、陷害你也是佛，没有两样，你就成佛了。成佛不难啊，放下就是啊，成佛也真不容易啊，为什么你不肯放下了？你不肯放下，哦，那就难了，不容易了。你要肯放下，太容易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你什么时候成佛，你也用不着问别人，问自己。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佛。啊，放下执着，你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是菩萨。啊，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啊，纵然成佛，还要发愿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你才真正能证得圆证三不退。啊，到极乐世界就渡进去了。啊，到极乐世界才真正能得到永恒啊！啊，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一切诸佛刹土，游戏神通啊！啊，上求下愿的愿，这个大愿呢才能够圆满。啊，所以我们学习的入门必须要坚持三个根。啊，三个根用多少时间把它学会呢？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呢？认真努力半年，那我们烦恼习气比较深一点，半年恐怕不行，一年
不能超过一年。啊，从哪里学习？印光大师教给我们，从感应篇学习。啊，或者呢，从音智文学习，安世全书这本书，印光大师对他赞叹到了极处。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第一奇书啊，这他老人家赞叹了。啊，音智文里头总共说了76桩事情。啊，他的条文，《弟子规》是113桩事。啊，《印制文》里面只有76桩事，要落实，以这个为基础。它是属于因果教育，人们把因果教育搞清楚、搞明白了，学《弟子规》、学十三业就踏实了，是真学，不是假学。如果没有因果教育，纵然学了《弟子规》、学了十三业，都是漂浮的，没根。境界现前的时候会守不住。啊，你说明文理阳遇到的时候，他心就变了，会被外面境界转，这是不懂因果。如果懂因果，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为什么呢？知道自己有命运。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不强求。啊，这个竞争的念头啊会断掉，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啊，你所争来的，啊，用种种非法手段得来的财富，财富得来了，应该说你命里没有，你用什么手段都得不到。如果得到的时候呢，大概啊。灾祸就跟着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官位，你命里头没有这么高的位置，啊，你用不正常的手段，啊，贿赂的行为，哎。地位提升了，做了高官了，你命里都没有，位置得到之后，恐怕没有几天，你就死在这个位置上了，把你压死了。你没这么高的位置，啊，你得到的钱财是要被钱财压死了。所以什么？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争。不求啊，一切随缘。啊，真有这个命呢，他不断往上提升嘛，慢慢升嘛，不必求嘛，自自然然的。啊，这一桩事情，理事讲的最透彻的了凡四训。啊，所以了凡四训我也想找人来细讲。啊，在台湾有个专讲了凡四训的王警官王立民。啊，我跟他也很熟。啊，他大概这个了凡四训应该讲了几百遍了。啊，我想请他来讲。啊，找黄百林警官了，给我们讲
现代因果报应啊，这他告诉我的啊，他是个高级军官，现在退休了啊，他收集台湾这60多年呢刑事案件啊破案的真相，他告诉我。破案真相里面80%以上都是被害人，被害死了，他的冤魂托梦给这些警员办案的人员把他尸首找出来破案的，所以他们相信呢那个害被害的人没死啊，他灵魂找来了，又说灵魂附身引导你把这案件破掉。如果没有这些灵来帮助啊，很多案破不了啊。啊，那么台湾这些案件破案的时候，报纸、杂志都看了有，都有报道。啊，这个警局向大家宣布这案怎么破的。啊，所以他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很多，他告诉我他收集了。很多这些资料，我说好，你慢慢的到电视台跟大家分享，啊，告诉大家，啊，不能害人，啊，你害他的命，你要还他的命；你夺他的财产，你要还他的债。这有什么意思？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那命里头没有的得不到啊！啊，你想得到的祸害就来了，这多可怕的事情啊！啊，那么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美国这个心理医生呢，魏斯，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讲的很多。啊，所以他劝导人在你一生当中一定要守本分，你才会得到真正幸福圆满。啊，你要懂得了断恶修善，改过自新了，要能诚心诚意的帮助别人。啊，佛教给我们布施，啊，佛说财从哪里来？从布施来的。啊，过去生中财布施的多，这一生当中啊，你的财库，啊，你命运里面的财库啊，就很多钱了，自己修得来的。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来的。啊，你是害众生，威胁众生。这的果报是什么？短命报啊！啊，你要有能力的时候化解别人的灾难，啊，别人有恐怖的时候，你能安慰他，啊，你能保护他，那这就是健康长寿的果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那是果，果必有因啊！你真正修因，自然果报显现。这个道理要懂啊！现在在这个社会要讲透啊，人那种贪嗔痴的念头啊，自然就化解掉了啊！为什么有这么这个坚强的贪嗔痴慢？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人身体有死亡，灵魂没有死亡啊。啊，灵魂会再去投胎啊，不是死了就完了啊。啊，我早年讲经常常
讲到啊，死了就不得了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沉这一口气还在的时候，认真呢提升自己的灵性，这个太重要了啊。身体总会有消失的一天，我们的灵性不是不消失，灵性决定要向上提升，不能叫它堕三恶道啊。这就需要时间来好好修行。我们遇到许多挫折，遇到许多艰难困苦，有一些无知的人就自杀了，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不能解决问题啊！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完全错误了。你要能够忍受，忍受就是消灾免难，消业障啊！你要依靠圣贤教诲，提升你自己，这就对了。不可以用消极的行为，积极的断恶修善。赶快回头，所以回头是岸啊！所以我们把三个根扎下去之后，这个很重要，要把其他的放下，你才能把根扎好。你先试试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别的都放下，专门学弟子规。读诵受持，读诵是先决条件，你要把它念熟，念到能够背诵最好。文字不多，只有1080个字，句句都要把它做到，要落实在生活上。然后接着呢，落实感应篇是善业。你有这个基础的根呢，那两步就不难了。第一步，选弟子规可以，选感应篇也可以。十善业呢，决定是在第二步。没有前面两个基础，十善业不行，你学不到。所以它有先后次第。这三个根扎下去了，我们相信一年就成就了。然后，你在大乘经教里头选择一门，一门深入，我相信小林居士能够2年的时间有这么好的成就，你不会输给他，你的2年呢也能达到他的效果那你对于佛法就充满了信心了，你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你就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古人不欺骗人。句句都是老实话。然后你要学净宗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分，你就把这我们净宗5个科目学好那这也是真实的
佛法的基础啊，就是三学、三福、三福六度。六合敬，普贤菩萨十愿啊，这些东西全都要落实啊。十愿里面头一个礼敬诸佛，无不敬，我们怎样对佛菩萨礼敬？要用那种心，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啊，我心里面很敬佩的人，我对他恭敬；我心里面很不喜欢的人，对他也一样恭敬。你才学会啊！啊，所以他叫礼敬诸佛。为什么？他是真佛，不是假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记住《华严经》上这一句话，不是假的。你轻慢一个人，那就是轻慢佛啊。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为什么？他有佛性啊！只是他现在自己迷惑了，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他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他不就成佛了吗？没放下，没放下，他还是佛啊！总有一天他会放下，肯定他会放下。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的知见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他怎样设计想方法来害我，我对他还是尊敬。为什么？他是佛，他现在为什么有这种行为？那是他迷惑颠倒。他要放下分别执着的时候，他的思想境界是佛的思想境界，不是这样的啊！这是在迷惑的状态之下做错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啊！好像一个人酒喝醉了，发酒疯，你都要原谅他啊！他清醒过来了，他就是很好的啊，很有理智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不可以跟人计较。跟人计较，你跟他一般见识，他迷你也迷啊，这两个人才会发生争执。如果一个是迷惑，一个是觉悟，觉悟的人一定会让，一定不会给他争执啊。所以怎么什么样的冲突都不可能发生。觉悟重要啊！啊，这个觉悟就是菩提啊！啊，所以对人要有礼貌，要有恭敬。啊，即使在一个公司里面、机关里面，同事啊，自己是长官的身份。对部署也要恭敬啊，也要懂得啊。现在职位不相同啊，工作性质任务不相同啊。除此之外，毫无差异。啊，那从我们现前来看，差异之所在呢，是我们修行功夫不相同。啊，可是从自性上讲啊，
那就丝毫差别没有。啊，总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佛法把离境摆在第一了，世间法也把离境摆在第一。啊，你看儒家礼记，啊，你翻开头一句话，去离曰无不净，跟离境诸佛意思相同。啊，没有不值得我们离境的，一切都要恭敬的。啊，事出事发生人把这个摆在第一条教给我们。啊，对人要有礼貌。啊，海口的教育成功，这是监狱。成功在什么地方？执法的人员对于受刑人有礼貌，他成功。啊，在过去没学《弟子规》，他们认为受刑人是比他们低的，他是来管他们的。啊，所以态度啊都不好。学了《弟子规》之后啊，啊，人都是平等。啊，你一时犯了错误，现在判刑到这个地方来，来接受好的教育。啊，改造教育，出去之后啊，你就变成善人了。啊，变成良民。啊，所以尊重人格。啊，所以执法人员的时候，对犯人也行鞠躬礼，让善人这个受刑人呢感动啊。啊，他教育成功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懂得礼敬。那第二呢，称赞如来。啊，你看祝福第二句是如来。他为什么不用祝福呢？啊，礼敬祝福，称赞祝福不是很好吗？他换个名词。换名词一定有道理，一定有意义。啊，要不然就不能换。哎，真是这样的。称诸佛是从相上讲的，称如来是从性上讲的，不一样啦。所以从相上讲啊，平等恭敬呐、啊。那赞叹呢，那就有影响了。所以不能从相上说了，相上就说会把社会搞乱了，善恶都不分了。啊，所以他从性上讲。他的形象与性德相应的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你看他就有差别了啊，不像礼敬诸佛是普遍的，没有条件的，赞叹是有条件的啊。你比如说与性德相应的孝悌忠信，与性德相应；礼义廉耻，与性德相应。啊，他的行为后福正值得赞叹。啊，他要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你赞叹他，那这个社会就乱了。啊，所以这个赞叹呢，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也就是善的那一面，我们赞叹鼓励他；恶的那一面呢，不提。不会吧，就是不赞叹，我对你有礼貌没有赞叹。那如果你是善的方面呢，与性德完全相应的礼敬后头有赞叹，这个用意很深啊。啊，赞叹呢是跟你宣扬，希望大家呢以你做榜样，向你学习。
啊，善根恶，在根本上讲，佛常常讲贪嗔痴叫三毒啊。毒什么？恶到极处了，才叫毒。啊，那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相应，佛不赞同。那与不贪、不嗔、不痴相应呢？那肯定有赞叹。啊，离境之后有赞叹。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三位善知识，是代表贪嗔痴的。善财童子就参学，有离境，没有赞叹。啊，有供养，啊，就是没有赞叹。啊，与一些善德的人参访的时候啊，都有礼敬，都有赞叹。啊，这个诸位细心去看经就看到了。啊，但是你要晓得，那个贪嗔痴的人还是菩萨了。啊，菩萨为什么要有这种行为？啊，有一类的众生要用这种方法去度他。啊，而且这种众生还不少嘞，现在社会上很多嘞。你找贪嗔痴的人就很容易找到，找到那个不贪不嗔不痴好不容易找到。哎，在从前的社会里头，因为这个教育教得好，啊，贪嗔痴的人少，那个不贪不嗔不痴的人多，所以在社会安定。啊，所以现在这种人多。啊，里头有没有菩萨？我相信肯定有。啊，这种人一回头，就是大菩萨了。哎，我看到有个信息，是一个同学从这个网络上下载，在香港，好像是个赌王，啊，靠赌博起家的，那还是命里有点。啊，有一天这个事实被这个黑社会找到了勒索。啊，把他手砍断了。他就变成残障了。啊，没有杀他。啊，受了重伤。他这一下被害的时候人觉悟过来。就到处啊劝人家不要赌博，啊，把这个赌博里面的黑暗面说出来，啊，他自己是个赌王啊，全是骗人，把他骗人的技巧方法都公开告诉大家，啊，劝人不要赌博。你看他的一回头，我们就称他赌王菩萨，这值得赞叹。他前半那个半段不可以赞叹的，他一回头就菩萨了，他就要救拯救这些好赌博的人。你看这个一回头就是菩萨了。啊，他救了不少人啊。啊，以前是害人的，现在回过头来救人了。啊，不敢再做坏事了。啊，所以人啊，真的叫回头是岸呐！啊，浪子回头啊，那就是菩萨再来呀！啊，所以我赞叹他了，那是菩萨来实现的。啊，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教我们从这个上回头。
哪一个行业都如此。啊，真正回头之后，好人当中的好人，啊，先是害社会，扰乱社会，啊，一回头的时候呢，拯救社会，啊，救助社会，无量的功德。啊，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啊，一切不善不放在心上，心上都没有，就口上当然就没有，行为上不会表现。啊，所以那个礼敬是很可爱的，啊，不善的人接受你的礼敬啊，他也很欢喜。啊，为什么？你真诚心啊。啊，那么第三是广修供养，啊，供养是布施，用恭敬心的布施就是供养，所以普贤菩萨告，啊，他是平等看一切众生，我对佛是供养，对所有众生也都是供养，没有差别。大乘菩萨还有差别，啊，上面供养诸佛，下面布施众生，他有分别，啊，普贤菩萨没有，修普贤行的人没有，修普贤行的都叫做普贤菩萨。用平等心、恭敬心。啊，而供养里面，这是所有大乘经里面佛讲的好啊，叫发供养为最，啊，最大的功德是什么供养呢？发供养，啊，为什么呢？财供养固然能帮助人解决问题，是解决你现前生活上一点问题，不能解决你了生死出三界的问题，更不能帮助你成佛做主的问题，这个做不到啊！法供养可以做到啊，法供养一时做不到，但是阿赖耶里面呢，你已经种了佛法的善根了。这就很可贵呀！啊，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来学习《华严经》，这什么原因呢？阿赖耶里面有大放光佛华严，啊，阿赖耶里面这个善根种子从哪来的？过去生中一定是学过这个经典。听过这个经典，啊，或者是修过这个经典，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啊，虽然过去有听闻、有修行、有学习，功力不够，依旧被烦恼习气所转，也就是名闻利养一现前，心就变了，佛法就忘记了。所以就又堕落了啊！啊，一个成功的人呢，不晓得堕落多少次啊，不是一次就成就的，没这个道理啊！啊，但是一次比一次呢，一定会提升一点，啊，提升到一定的程度。这才会有悟处啊！要遇到殊胜的这个缘分长时期的
能够接受大乘经教的熏修，这个提升的幅度啊就快了。啊，这大幅度的向上提升，这好事情。啊，这一生呢很容易成就啊。啊，我们这一生的缘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啊，听经能生欢喜心。啊，虽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欢喜心生起来了。这就是有相当程度的深根。啊，如果能够坚持不中断，啊，10年、20年、30年，会有悟处。如果你勇猛精进，啊，真的接受，我花1年的时间扎3个根，把感应篇、弟子规、13页修好，啊，这一修好，我们净宗这5门功课马上就相应，一点都不难啊！也就是跟你讲3福6合3学6度10愿不难啊，你有基础啊！啊，现在的学听到的是容易，做起来困难，你没有从基础上扎根啊！如果从基础上扎根，一点都不难。啊，然后你能够一门深入，啊，一步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小林居士学这个无量寿经，他就一步进，他其他的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就这么一部经，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专听我讲无量寿经的这个观点，我还特意把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跟他的白话解都送给他，他手上他不看，他说我只看你这一样的一门深入，我说好吧，你继续再看2年，啊，然后再可以光学多闻，触类旁通啊，啊，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修定嘛？啊，一门才能修定。啊，看2、3个人东西啊，这个心就定不住了。哎，这个经上这一句话，你看这是怎么讲的？那些又是一个讲法。啊，会扰乱，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过去我们学佛，这个学教啊，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说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的做法的时候，虽然也转，没有像胡小林这么样的转，他是真的转，啊，我学习的时候呢，转是以一部注解为主。我还要参考其他的，啊，这就差了，啊，他这个专的时候做的比我还好啊，啊，他所悟的那个境界我知道，他给我一说我就明了，啊，我在这个佛法上用了58年的时间呢，他才2年半呢。我看他再有2年半就赶上我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个道理我很清楚啊，就他是真的赚的，我们赚里的还夹杂一点，不夹杂的不多就是，啊，一夹杂多了那就不行。
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个夹杂呢？这是因为要出来讲经。这老师告诉我，啊，我讲《弥陀经》，老师告诉我，用莲池大师的疏钞，或者是用藕益大师的要解。啊，我《弥陀经》讲过很多遍，有时候专用疏钞，有时候专用要解。啊，但是有些地方比较难讲的地方，难体会的地方，我还得看看像云音法师的、地贤法师的，看看这些老法师他们的讲记里头这一段有没有值得参考的，我还得看看。那我找顶多找两个帮忙，我不会找第三个。啊，像胡居士这个，他一个都不找，这个很厉害啊！啊，但是他要出来讲经的时候啊，我要把我的经验告诉他。啊，一定要找两个现代人呢做帮手。啊，我们能理解能讲的，不必参考他的。遇到困难了，哎，看看他怎么讲的，会给我们一些启示，那能触动我们的善根啊，会有一点小帮助啊，所以这是一定要懂得取舍啊，不是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的东西就靠不住。最好是正果，正果古人这都曾找到，今人太难了。啊，所以今人我们找到什么呢？他有修，他有学。啊，也就是他做到了信、解、行。啊，我们要找这样的老师，只有信解没有修行，这个不行，这决定靠不住。啊，古人是有信解行证，啊，那这样的善知识就太难得了。啊，遇到这样的善知识，肯定成就。啊，所以这个供养里面呢，法供养是第一了，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在古大德里面学好的东西，现在人能看得懂，太深了，现在人看不懂有困难，啊，现在人能看得懂。啊，像明清这还可以，著书啊就比汉唐那个时候要浅得多了，啊，汉唐时候难懂，啊，明清距离我们近，啊，近代民国初年也有一些大德，他们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所参考，啊，我们供养是法供养为最呀！啊，法供养里面当然还是要用钱，你看就有财供养。法里面是这个大乘佛法，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断烦恼，啊，学智慧，啊，那这个里面就有无为的意思在，所以一举三得了，啊，圆圆满满包含了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啊，所以果报啊是个圆满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